深是白 T 的忠实拥护者，对于白 T 的喜爱程度很高。如果你看周深日常出行的造型，基本上都是白 T， 而周深的白 T 还不是有各种风格的，而是纯白 T， 没有任何图案或是没有其他设计，这就直接导致所有的白 T 看上去都像同一件，而每次都穿着同一件白 T 在外面晃悠，难免就会让人有点在意了。什么情况？周深不是大明星吗？怎么一件衣服还穿好几天呢？为了这个误会，周深特意录制了辟谣的视频，表示要给大家看看自己其实一直在换衣服的。就一直说，就是不是很多人吧，就是偶尔我也看到就有人说我不太爱换衣服，就是为什么经常就是被别人拍到的照片都一直穿着同样一件白色的 T 恤。我其实就想拍这个视频来说一下我换了，好像比较没有说服力，所以我就来到了哒哒我的衣柜，我要展示一下，我是真的有很多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有天天换衣服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要专门拍个视频来解释一下，反正就这样了，开始喽！哇，还挺震撼的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白色的很好搭，然后不仅是挂的这些，下面哎看得见吗？下面这也是我折的白 T， 看见没有？这也都是白 T， 这都是白 T， 这都是白 T， 所以我真的就是我每天都有换衣服，换白 T 啊。白 T， 那我很严谨，灰色的都没有是吗？像这种灰色，哇，太显白了，帅气吗？打脸。然后就是白 T， 白 T， 然后就是白 T， 白 T， 然后就是白 T， 白 T。白 T， 仔细深挖肯定还有，但是就先这样吧。而一直看起来像是穿着同一件衣服，主要还是因为他类似的衣服太多了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录制出发前收拾行李的视频，就是想让大家看看他外出的时候行李箱到底会带多少件 T 恤。周深向大家展示自己是如何收拾行李的，其他的东西没区别，就是白 T 周深会带好几件，因为他觉得白 T 比较好搭，单穿或者做内搭都方便。而周深在穿搭上真的没啥心思，就秉承着简单的原则，尽量多带一点白 T。 白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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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及内搭白 T， 一般都是衬衣在外面，然后套个白 T 就可以出去了。因为第一站去是三亚，所以就比较短一点的裤子。哎呀，还有一件白 T，差不多就这些了。哎，哪里来的口音？差不多就这些了。看到周深这样，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啊！喜欢白 T 到这种程度，行李箱塞一堆，还要因此解释自己天天换衣服。但就算是这样，还是对白 T 有多偏爱，都没想到要换一换自己的穿搭。娱乐圈如果要论白 T 的忠实拥护者排名，周深得排在娱乐圈第一位吧。此外，上海疫情，周深录加油视频也曾向河南捐款600万物资。我是歌手周深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，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充满力量充满希望的一首歌，希望能够用这首歌去致敬所有在一线抗击疫情的兄弟姐妹们，也希望能够为每一位宅家抗疫的兄弟姐妹加油，众志成城，同心守护，一起为上海加油，为所有抗击疫情的朋友加油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上海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，每逢某个地区爆发灾情，大家都希望娱乐圈的明星挺身而出，或是捐款，或是捐物，或是录制加油视频。毕竟明星能做的事情比普通人多得多，影响力更大一些。出道八年来，周深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，除了参加唱歌类节目外，还出现在了很多顶级真人秀中，人气极高。他属于又强又美好的类型。上海疫情爆发，作为非上海籍艺人，周深能够积极录制视频为上海加油，足见他对祖国的爱。评论区里有人称周深正能量歌手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。有人称老乡，你的歌曲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光亮的。很显然，网友们已经被周深的善举感动到了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去年河南地区洪水灾情爆发之后，周深立刻向河南捐了60万的物资。要知道，周深虽然正当红，但他的身家远不如一线艺人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周深还能挺身而出，拿出60万做善事，足见胸怀。所以，周深这样的歌手是值得我们追随的。希望未来的岁月里，周深的事业发展越来越好，同时希望上海疫情尽快结束。